私分了最後一次被發現是在北約克 Leslie Street 5900號的 Sion Heights Junior High School。 該名14歲男童是9年級的學生，在昨天下午3點半放學之後沒有回家。他的家人和警方非常擔心他的安全。警方說 Stephen 一年前也曾經走失過，不過這次的失蹤和以往不同，而且 Stephen 生性內向怕醜，不會向他人求助。警方由昨天下午6點鐘開始在 Stephen 屋企附近搜索，並設立臨時指揮站。今日警方擴大搜索範圍，並調派更多警員協助尋找。 Stephen Liu 是亞裔男童，身高5尺9寸，體重約133磅，身材偏瘦，黑色頭髮，身穿印有 NBA 字樣的黑色褸、藍色 T 恤和黑色牛仔褲，孭住一個黃綠色的背囊，同埋踩住一架藍色的單車，並會在踩單車的時候戴上黑色頭盔。警方呼籲公眾協助尋找，並希望知情人士盡快同警方聯絡。